但已是思想门第啊，这件婚事慢慢再商啊。启禀老爷，天官之子李亮是前来拜寿。哦，快快有请。是，有请李公子。爬了啊啊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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
成才呀。西禀老爷，余公明家王少卿的书生要求见老爷。少卿，命他进见。是，有请王公子。岳父大人在上，小婿拜见。你是何人？岳父啊，男生名叫王少卿，家住山西太原城，先父在朝为总兵，虚传沙场为故先生，子母哀伤身旁骨，家中有灾他呼
可是
下来的路转回数巧遇他儿啊，有了这婚书王家就无凭无争了。阿伯爹，阿伯爹，这婚书万万不能丢失。哎呀，对对对对，不能丢失，不能丢失。阿伯爹，阿伯爹，如你几多容易忘事，这婚书还是放在我书房里，万无一失。妹妹家这叫花子王少卿，我做阿哥不光彩。哎呀，是啊是啊，妹妹家这管家子，我做阿哥有你子儿郎。哎，这婚书千万千万要保障好啊！阿伯爹，尽管放一百年个心啊，快去把这婚书藏好。晓得。来人，老爷何事吩咐？快去把天官之子李良嗣请来。是，有请李公子。正把欢呼起来，不知何事。啊，燕臣，我虽与临政大人同朝为官，但不知燕臣归根多少。恳请燕臣把此苦人困难，就是终日来忙，必成不服气。燕臣，我有一事不知当讲分，为臣喜爱宫廷，燕臣呀。此次有福大圣台上就小去一拜，言叙请起。起
吃尽苦中苦，方为神上神哎！哎呀，神兄，我也是走投无路了，你玩开什么玩笑啊？哎，你呀、走上这条路，就是阎王手底下的神了。阎神皇教，你怎会到此？啊，从小有了的本事，能算棍取色。哎，今日在城内接你一礼回去，所以啊，一路跟踪到此。原来是个香面先生，我变成香面先生了。对，他是端香算棍取色，方圆十里。一人啊，苦啊苦啊，往第一年
那，知识分子就是太软弱。哎，你可以哭不出老婆来个了啊？哎，劝君子来莫伤心。
要好生照看，不可怠慢。你们都是啥？我这里、哎、兄长，我怕怕啥？我
妹妹又不是老虎了。来来来来来，你呀、先坐一位啊，我去去就来。兄长啊，兄长啊，我还是跟你一起走吧。哎，我去接人家困香农去做啥？我哎呀，我马上就来。那你要快去快回呀。晓得，妹妹，我走了啊。兄长，兄长，兄长，轻松。落魄书生今
转那相随不曾去。少卿是与早定亲，子与妹妹尽乱世。不应要当初杀骨分到底，把他的性命来摧毁。兄长，这婚书这是你的，你把它藏好，正好向我阿伯家要妹妹。多谢兄长。哎，现在叫真兄长了，我叫你妹夫，你叫我舅舅，叫吧，叫吧。舅兄，哎，妹夫。哎，你们也要开课了。哦，妹妹，他怕哪位请你去教？我教他什么呢？哎，你刚才不是已经教过他？郎君。哎，好好好，我把耳朵收起来，你们教吧，教吧。
不对不对，中奖中奖。妹妹这张婚章包在你儿子身上啊，走吧。
走吧。告诉你，不答应也要答应。等你公子回来，接着我滚。还是快逃！逃！对，女汉人上到京都找妹夫商量，他会第一的知他。哎，这，哎，只要你先让乔明说一副，我这是你跳江之计，到时我自有办法。快去准备！拜托姑姑！快去！快去！弄得妹妹和妹夫走投无路，我要弄得侬哭笑不得。
原来是孩儿为小姐，小生赴君花园，请孩儿为小姐见面。听你口音，不像本地人士。我是到此特请来的。特请？怎么得到我家花园里来了？怎么？只因身体不适，在园中歇息了片刻，当着了二位告辞。为家家中晚于何人？父于何人？告辞。哎，慢！家中可有妻房啊？没有，没有，告辞。哎，慢！妹妹，这位相公，你得。Thank you.
老泪纵往襟，发
堂前争年龄。阿伯娘，阿伯娘，什么是此次高兴？叫花子王少去中了头名状元嘞，妹妹可以做状元夫人了啊！生意死了，还做什么状元夫人？阿伯爹，要是王少去向你要妹妹，怎么办？婚书在我们手里，他无凭证。儿子，你把婚书还放在书房里吗？在，我把婚书啊放在最合适的地方了。阿伯爹，天官之子李良子中了孩命榜一，要是他也来拜当神去，那你怎么办？哎呀儿啊，快去为我出出主意呀！主意啊，都叫你想掉了，我有什么主意？哎呀，启禀老爷，辛苦长院王少卿求见。哦，不见，不见。哎，要见，要见，有请。是。有请辛苦长院。阿伯爹，侬不要走嘛。恩兄，妹夫，见过恩兄。妹夫，不必如此。阿伯爹，妹夫来了，妹夫中了头名状元，是迎亲来的。岳父他曾与素英子有定亲，我不在你今日我他当真子来迎亲，想当初家道贫寒，早生受人情，骗我婚书官城门，只落得神官一旦封中计，盈亏举凶巧相聚与小计，回望相聚话别离，去兄话女三层暖层，宁助我赴荆棘，今日我丧失故地，你家亲不是叫你长好的吗？阿伯爹叫起我，我就不会软住。
换这位夫来。阿不掉，阿不掉！哎呀，阿不掉，我早就有准备了。启禀老爷，幸好帮你李亮子前来迎亲。哦。真是来得巧，来得妙，跟俺阿伯爹伺候好。哎，有请，有请，是有请，幸可榜爷。拜天岳父堂上，怎么口称岳父？不要叫岳父了，小女苏英她，她怎么样了？她已经死了。呀，苏英，王英雄，你怎么也在这里呀？我也是为素衣而来呀。他是我的妹夫，你也可称妹夫，不过我只承认他是我的妹夫，不承认你这个妹夫，因为你这个妹夫啊，不合理不合法。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啊？臣已死了，我讲什么？他因我而死，因为他不肯嫁给你。王少卿与我妹妹皆是子侄，是我弟弟哥哥的亲妹夫。弟弟他为报全宗不免，将妹妹最佳配夫。退了这位穷妹夫，攀上你这富妹夫，妹妹她一心要嫁穷妹夫，弟弟她比她要嫁富妹夫。哎，等妹妹此次无路，正好寻思去分户。妹妹头讲是讲，哎，他去京都寻你，你们可曾见面？孙子一来朝你见面，哎呀不好，妹夫不见妹妹，妹妹用书信到来，我逼他，他肯定死了，妹妹呀、啊！你往忘起来，起来，你忘你忘起来。
来人才，传旨下去，中房五百官可有帮助？是。万岁有旨，中房五百官可有帮助？臣有问启奏。启奏万岁，皇上请李良嗣有帮助，传旨下去，命他们上殿。是。万岁有旨，命王上请李良嗣上殿见驾。领旨。臣有本启奏，奏来。启奏万岁，臣有言与冯世道之女定亲，只因家照不应，冯世道偏去婚俗，实诚心来婚姻，将女儿许配给李良嗣，逼得女儿投江死心，望万岁作旨。冯爱卿，臣才可有此事？这个。万岁不行，国中的儿子冯子元上殿，言之有理，命冯子元上殿。万岁有旨，命冯子元上殿。来了。拜衣裳金殿司长万少杰，月生冯子元即驾万安。对，你可是冯子道之子冯氏儿女吗？真是。你父强娶婚事可有此事？有。你阿伯爹，不是你知不晓，寡奴良心不好。果真是此。万岁面前有声真管谎言，不过万岁，我妹妹人已经死脱在，也不能复生。阿伯爹年纪大，无理无度的，可万岁呢？我知道，臣才，你还有何话可说？臣子才望万岁开恩。你理你不顾，逼死女儿，本该下旨问你。姑娘，你自在身处，就少你一位，谢主隆恩。冯子元，你爹来问你恰出人婚姻。这是为何？万岁有病，长一道十字节节雨初心十年我弄比我心穷苦地外跟外无相亲，吵闹纷争。
儿一番金玉良言，你要好好想来想天去吧。是是是，老臣告退。阿福娘，阿福娘，对不起哦，我不得不说。阿福娘，阿福娘，冯子女，大鼻子你也可来阴死。这因相助妹妹无聊靠近来才命冯子女当面施财。是
将。臣在。国王同志赐礼后，楼王三十才俊，奉赠爱卿三个女儿，颜色相同，结为夫妻。多谢万岁。公主因为我殉情，臣不幸也婚。公主因相遇渺小，臣不必过于悲伤。三丁家即刻准备到阳城相府拜堂成亲。谢谢万岁。
Thank you.
痕迹。See you.
些吗？我伤心疼痛，稍息片刻。那我来扶你。官人不肯，那我去陪伴官人。乖好，王明明乖。妹夫，快跟我走。慢，什么妹夫不妹夫？长女公不是你的郎君，是我妹妹的郎君。你是谁？长女公的阿舅。你说说，王氏才君不是与苏姨妹妹成亲的吗？什么？东宝兄妹不好成亲啊，兄长啊，苏姨他们于是我捧起一条风采一绝。他也在哪里呢？他们不是累拉？冯子远，不知你意下是何？徐北京他不母亲，弟弟，我兄长未曾忠臣，心地善良。小姐。婚姻大事，管理终身幸福。不想做买卖，青菜可以搭配萝卜。我虽然长得还不如张头出目，但比不上美婿王少卿，更不及漂亮的盆儿送我。身高不到七尺，只有六尺玲珑，侬千万不可勉强。实不同意的话，这就喊我一声阿哥，我就心满意足，还望姐姐成。本才运好，你还是应运了吧。信臣，从电话中，重新拜堂。